喂，不好意思啊，高军，刚刚物业找我有点事儿。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今天就是从北陵给你捎点土特产，想着顺道给你送过去，结果没想到客户临时有事儿把我叫走了，挺着急的，也没时间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东西还在我车上，明天找时间我再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东西你留着吧，或者是送给客户。不用客气，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好吧。真的是我记错了吗？Thank you.